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月下。今天咱们来做一个特别好看的 AB 款。首先，我用到的是酒色的芥子色的01号，全部先薄薄的打了两遍底啊。这个颜色就是那种特别干净，然后显手白的颜色，好像就是特别精致的那种。然后我给你们挂在下方小黄车上吧，88块钱九个颜色，自己去看就可以了啊，可以拍单屏。然后呢，我在小拇指搭配了钻，无名指呢搭配了珍珠。钻，还有金属饰品这一系列的东西，我这个在贴钻呢，在贴，大钻、小钻、平底钻，不管啥钻之前，我都是给它涂擦洗封层的啊，必须是擦洗封层，免洗封层肯定是不结实。然后中指搭配了韩国亮片，小店今天用的东西小店都有，找不到的话联系小店客服好吗？然后食指的话呢，用到的是免洗啫喱粘钻胶做的立体纹路，搭配了钻。大拇指呢还是同样啊，它跟就是说是一个，法式。然后啊，咱们就把咱们能利用的还是珍珠、钢珠，然后还有钻，一些就是。小饰品吧，都给它搭配上，然后咱们最后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包边儿。这种的话最忌讳的就是掉，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把这边儿包好了，还得包精致了。学会了吗？记得给我小心心哦，么么哒。